开始。辛苦镇长候选人林宝禄，我们未来的镇长呢，竞选总部成立的大好日子。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与会的辛苦的好乡亲、好朋友们，大家这么早起，共同来参与我们今天早间的这个盛宴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竞选总部10:15准时来成立。在前面的几十分钟的这个片段呢，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表演单位来到现场，共同来为我们的镇长候选人林宝禄，我们的林镇长啊，来这里哈，加油呐喊。那当然呢，看到我们今天的场面，乡亲朋友大家的喜爱，所以呢，今天比较大胆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我呢也是从小在这个新村，大家的多多的哈，大力啊的来这个宣扬的。那今天与我们辛苦走上对这个先进。小小的家人，全天候怀念你背后的很晴天，一碗热情汤面线，开一天路就宽一些，幸福之间还有知足做界限。
那明天会更好，还有我相信。这条火车代表着我们新埔这边走向更美好的明天，而且呢是贴的这个好看的这个舞蹈哈。来，节目这个就定位哈，来这边讲。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，满面桃花开。我等不。